市六天前发生一起命案，一名左姓男子在与失足女完成性交易后，遭到失足女找来的情夫敲诈勒索，双方发生激烈冲突，左某愤怒之下杀死两人后逃逸，目前嫌疑人已被抓获。我找段思良。刘老板，这批货你都养了多长时间了？你等得住，金主那边可等不住了。哼，我说二姐啊，赵秀丽刚死了不久，风头还没有过，况且上一趟货我折了好几个可靠的兄弟，现在手头没人呢。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刘老板手下还有缺人的时候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不是什么人都能用，必须要用可靠的人。最多三天，三天后你要是还出不了货的话，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二姐，你就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天不早了，回去打个麻将。做生意和气生财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撕破脸，对谁都不好过。叔，要不然这一趟我走吧。你懂个屁呀！这趟货里外里的早就被人盯上了，万一被抓，咱们大家谁都脱不了干系。除非是儿童村的人，别人谁也带不了这趟货。段思良，我是亚凡，左南的女人。阿谭，把左南叫来。梁哥，左南，他……左南进宫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三天前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！怎么了，梁哥？左南怎么回事？顶着杀人案，老规矩，抄到左南了。杀人了？老规矩什么时候让你杀人啊？梁哥，你说走就走，连个影都找不着。刘叔安排下来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等我回来。阿良来了。坐，阿良。
刘叔，我的兄弟不能顶杀人罪啊。这样吧，阿亮，我给你拨一部分资金补偿。不是钱的事，儿童村不能再死人了，你这是一刀一刀割我肉啊，你不疼我疼啊。坐。阿良啊，你当初不也割了我的肉吗？就是因为念着这份良心，我才不能让我的兄弟去死。你的兄弟，我不是你兄弟，我是你大哥。左南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啊？我为你做了些什么？我把你当成亲人。你要保左南，就是想要我的命呢。左南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，他在外面有个女人。我觉得吧，你跟左南不合适。你还是省省。阿锁这次到底怎么样？左南这次进宫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我知道，他说你一直最护着他了，他也一直把你当亲人，所以你了解他，他不可能杀人的。两个，阿锁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求求你，求你帮帮他。但是阿锁这次我真的帮不了他。为什么？杀人了？不可能！事已至此，走吧，过你想过的生活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话。我不走了。阿谭，你觉得我变了？你是什么时候变得不爱说话的？和梁哥你一起变的。阿腾，你说实话，你是怎么看待刘叔的？我怎么看不重要，但梁哥你的命是他给的。高烧一直不退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不说了，送医院。但是梁哥，我们钱不多了。你们等着。架好了吗？架好了吗？钱不能动了啊！小子阴！喂，抓人！放我！
小子，钱是好东西，但它只属于赢家。我要跟你赌。赌什么？一个骰子，单笔大小。看你能拿出来什么做赌本啊？我还有命。你开，你先开。小子，你欠我一条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跟着我了。不跟，我还有一帮兄弟，老子信不过你。也行，那就让你的兄弟继续跟着你，但是你归我。你有没有想过离开柳树，过正常人的生活？我只跟着梁哥，梁哥，你让我去死，我就去死。梁哥说让我去打，我就永远做你身边的探一刀。相信我，兄弟，不会再死人了。从来没拒绝过，对吧？但是刘叔，儿童村真的不能再死人了。以你所言，死不过是你对十年前的一种救赎。也许你那些兄弟不仅仅是为了你吧？啊，刘叔，你的生意我真的不想再插手。能不能放我一马？说走就走啊！你拿我当什么？你忘了十年前谁给你擦的屁股？你现在可倒好，一了。你可真够干净的了。刘叔，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我始终念着您这份恩。但是我现在想改变我的生活，您能理解吗？阿良，就你现在的这种做法，我和你打一个赌，用不了多久，你的兄弟们就会背叛你。行，这个赌我接了。对了，那个女人什么来头？哪个女人？左楠的女人。操！你疯了吧？你跟刘叔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
就问是不是你？就他妈是我说的，怎么着了？操！都起来！你不喊，操！你啊！啊！操！是不是你跟刘叔说我们这儿有个女人？我说你大爷！操！亮哥，亮哥，亮哥，我错了，是我说的，是我跟刘叔说的，我就不该吸毒。上！你因为个女人，你打我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搭把手把他绑了，英哥，英哥，这不用你管了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你处理？你处理得了吗？你看今天就算轻的，明天是不是该咬人了？阿元，再忍一忍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，这玩意儿一旦沾上就废了半条命，要不然长痛不如短痛，你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他妈再多说一句！我是刘叔给的。你瞅我这儿什么呀？有本事你找刘叔去！行了，都别吵了。阿信，听英哥的，把我绑起来，我忍得了。你等着。阿西来了，阿西啊，刘叔，您还记得我？当然，拼命旗，弹一刀，虎头硬，对吗？对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来找您，想跟您要点货。货是有啊，风险也不小。刘叔，无功不受禄。我帮你走趟货，您给我半成。我倒是可以给你半成。阿良的人，我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孩子。我是不愿意让你们冒这种风险。刘叔，您就相信我一回吧。好吧，咱们有言在先，货你可以拿回去。阿良要是不同意，明天你再给我送回来。好，我记下了，刘叔。什么呀？明天下午17:40，城东奥泽湾北八里土路，我给刘叔走趟货。说了，刘叔的生意咱们不再查，送回去。听见没有？送回去！对不起，梁哥，这趟货我必须得走。梁哥，阿姨全是因为我，求求你放过他吧。10年前的事压得咱们还不够难受吗？你这是要一条路走到黑吗？十年前的事都是你让我们去做的。10年前我们给那家人的每一刀都是你让我们去干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能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好，梁哥，我也不是怪你，跟着你我心服口服，但阿元他是我兄弟，我看不得他难受。
都是这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你以为我好受吗？梁哥，只要我给刘叔走货，阿元以后吸毒我供得起。丹丹，你这是在害他，你知道吗？别吵了。我去。阿喜，咱就这一趟行吗？送完这一趟，咱们离开这儿。哎，等会儿。离开这儿？去哪儿啊？徐省城。我已经找好落脚的地方。从这个狗窝换到另外一个狗窝去。别逗了，我们什么都不会，还不如就在这儿待着。不会可以学呀，没有人天生什么都会好吗？那也没人天生就该进儿童村呐，梁哥。梁哥，我走不了。梁哥，我们跟刘叔回。好的，去。别去够。在你这段时间，刘叔到底对你们做了什么呀？梁哥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也理解。但是吧，当过婊子了，还想立牌坊，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哼！我是婊子。啊，是吧？你们聊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哦，我也不走，我男人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李大力，谁他妈借你钱，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你知道吗？3万块钱，你给我拖了4个月，到现在连本带利，多少钱了？6、7万。7万？你怎么想的？秀儿，那内务局没事，咱们欠的钱不能把咱怎么样。出去，出去！欠点钱，行，之前说好了，拖一个月，要你一根手指，有没有这事？自己来还是我们帮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自己来。老子跟他们拼了！看，看什么伤啊！等他！
梁哥，咱们不是就吓唬他一下就完事了吗？这他妈玩大了呀！生有余罪，死有余辜。别搞。原来你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啊！我希望阿西能够平安回来。听天由命吧。对，听天由命吧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阿佐没有看错人。可是阿佐就要离开我了。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坏人之分吗？有啊，阿佐是好人，你还有你们都是坏人。说得好。来，警察。
我就想知道，是谁走漏的风声？刘叔已经派人去查了，相信很快会有结果。梁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准备包庇这个女人吗？你兄弟快被人害死了！我就是在等一个确切的结果。结果是吧？好，起来，说，是不是你？哎呀，放下！梁哥，结果还不够明显吗？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以后，咱兄弟几个哪天安生过？大家都是过了命的兄弟，我信得过你们，但我阿应，我信不过这个女人。别以为你自己傻，别人就都跟着你傻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给我，哎，给我，哎，你犯罪是你给警察通的风，现在还敢在这坐着吗？老子就是信不过你。我要是真想害你们，我就直接把警察带到这儿，不用这么麻烦。我要去救阿西，哎，你不能去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了手脚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元哥，那个是什么感觉啊？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感觉。就那么一点儿，就要什么有什么呀？就这么一点儿。那要是多来点儿呢？多来点儿，多来点儿就飘上天了呗。飘上天，那对于我们这种受苦的人来说，也算是一种解脱。我吧，就是命太硬。元哥，记得告诉我，飘上天是什么感觉？
这谁呀、啊？谁领来的？我领来了。哪儿接来的？送回哪儿去？哟，阿英，这谁呀、啊？刚进来又装的跟男人天似的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还就跟你说了，这腿它长在老娘自己的身上。我要是想走，前面这条沟我都跨得过去；我要是不想走，后面有狗追我，都不好使。梁哥，兄弟，我跟你混了十几年了吧，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，但这事儿不行。她是我的女人，她就得留着。是是是是，你是听旗，你是头，你是老大，我阿英可以为你出生入死，但我也得有我自己的女人，是吧？你他妈想得了？你想的？把你们带来这儿来干嘛？我说谁呢？梁哥，我阿英今天还是把话放在这儿了，这就是我女人，谁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老子今天就跟她卖唱！操！有病吧？你们打人呢你？没事吧你啊？啊！起来！干嘛呀？你帮我扇三。闭嘴！指谁呢？你闭嘴！你打我，他妈给我等着！这是你第二次因为女人打我、啊。你逼我。刘叔，您找我、哦，阿良啊，坐。哎呀，阿西的事儿让我心里很为难啊。你说他来找我，我又不能拒绝他。刘叔，我待人无方，这事儿不怪你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瞒着你。我混了大半辈子，总是想着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。我是真心的把你们看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我对你们什么样，你们心里面都清楚。哎，可我现在担心的是啊，万一是要把这十年前的事儿给供出来，大家都不好过。阿元，你不吃啊？阿元，阿元，梁哥，梁哥，阿元，阿元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阿元死了。阿元，阿元，阿元，不会是因为吸过量了吧？阿元，醒醒啊！阿元，梁哥，梁哥是我们错了，梁哥，是我们害死了阿元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了，我再也不反了你了，梁哥，梁哥，梁哥。
这个不用开了吧？梁哥，我替你。不必了，规矩是我定的，不能因为我坏了规矩。什么事儿？天在看呢。10年前我就是个该死的人，现在活了10多年，也算是赚了。我走之后，依次排班。阿英停机。梁哥，这我干不了。由不得你，不能坏了规矩。祈祷人不散，自有人听。处理完阿元、阿西和阿佐的事之后，离开这儿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你们几个谁是顶头的？我是。你谁啊？小门，你来干嘛呀？姑奶奶是小影，个土鳖。妹子，哪个欺负的你？就是他。来来来，你过来。怎么着？给我妹子跪下，道个歉。我给他道歉？你疯了吧你！你他妈怎么说话的？哥，我兄弟喝多了，我替他道歉。大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老子告诉你，老子玩你妹妹了，怎么着？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了，求求你怎么做人！兄弟们这些年顶罪的仇了，你拿着，能应急。走吧，梁哥，要走一起走。我也是。我先去蹲个点，找个好机会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把阿英料理好，我很快回来。这是梁哥的钱，青堂的钱
都是白浅。难怪阿佐一直说，梁哥最照顾兄弟了。这次这么九死一生的事儿，他居然一个人就担下来了。虽然这次机会不大，但是希望他能平安回来。毕竟大家的命都是梁哥给的。叔儿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只要段思良去，他肯定在那儿。是吧？是我。这把刀还是我送给你的。我是来跟您道个别。还能让我抽口烟吗？你小子的命真够硬。现在只要你死了，十年前的事就能埋起来。阿良啊，跟了我，你后悔吗？如果给我一次再选择的机会，我宁愿当时就死在你手里，也不愿意欠你这条命。其实我认识你，一点儿也不后悔。我喜欢你。记得2004年，记着我带着你去讨债，本来没有当一回事儿，可是，一进院子里头，刀枪棍棒十几条汉子，个个想拼命。就让你先跑，我断后。结果你小子，你还真跑了。还有2005年的时候，你小子一打架就眼红，对面的人从你的背后捅你一刀，帮你挡刀的人是我。现在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可我还真的挺怀念那时候的时光。血腥，刺激。好了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我欠你的，
还我。收拾东西，跟我走吧。阿谭呢？你后悔吗？你指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建立儿童村啊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，生来注定。那阿佐呢？阿佐的事儿，我对不起你。但是我的命，是阿佐给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八岁那年，是阿佐救了我，把我抚养长大。他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，我什么都听他的。他总跟我说，你要放下仇恨，好好的生活。可是你们不应该让阿佐听他。让我找到这儿，更不应该让我知道你们是杀我父母的人。我找了你整整十年。你要找的人其实就在你的身边，离你很近。阿英说的对，阿西的送货地点是我给警察的，阿元也是我劝他，让他别拖累你。他想上天，想解脱，可他上不了天，他只能下地狱。而阿英，是他自作孽不可活。至于阿谭，估计已经回不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由你来决定我兄弟的生死？那为什么要你来决定我父母的生死？为什么你们一群孤儿要把我变成孤儿？为什么我的仇人是我恩人的兄弟？为什么我的男人要毁在你的手里？为什么我的人生上一次一次被人毁灭？为什么？
曲折。